感最弱的人设成功逆袭。第一季中的关关是家境良好的乖乖虐，文艺小清新，单纯听话乖巧，却成功在第二季黑化，不声不响做城市，引发许多观众的热议。而扮演关关的乔欣也因此受到关注。乔欣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，代表作品除了《欢乐颂》，还曾经在古装传奇电视剧《琅琊榜》中饰演男主郡主宇文念。虽然扮演的角色都是淑女的形象，但是现实中的乔欣可是一个活脱脱的大活宝，一直饰演和他性格相差比较大的角色，也算是他演员生涯的一种挑战吧。现实生活中的乔欣然而到了剧外是个彻头彻尾的叛逆霸道的女生，从她的穿衣风格上就可以知道。不过虽然是个活泼可爱的少女，却总是被眼神拖累，可能因为长相关系，乔欣一直被批评眼睛无神。最近乔欣为时尚芭莎拍摄的时尚大片也被网友无情吐槽，不少网友批评她眼大无神，免贪恋。不过也有网友表示，时尚大片不是就要求模特面无表情的装酷吗？总之颜值和身材还是不错的，你觉得呢？我已经屈服20多年了，我真的不可能再让他们来掌控我的一切，尤其是我的爱情，这是我在恋爱，不是他们。